今天要带大家骑一条非常经典的路线，因为我等一下可能会很喘，没办法说话，所以我还是先把话在前面先说完好了。然后复兴四路就是要上这个无视宗祠的路线，那非常的陡。至于多陡呢，一弯上来复兴三路就已经开始爬坡了。刚开始牵车的时候我就骑过这条路线了，那时候我至少停下来有三次吧，停下来三次在喘气，所以这条路线其实是蛮硬的。对，旁边这边就是复兴高中。看这个坡有多陡，这边要左转，一路的陡坡啊，17%的坡哎，到后面这边17%。那骑复兴山路有个优点啊，就是沿途的车真的很少，然后路还算蛮大条的。目前是15%到17%的陡坡，连续长陡坡。这边就是大屯里，然后前面就是樱花隧道。前面是白宫山庄。基本上目前坡度都是10%以上，基本上一路都没有下坡或是所谓缓坡的地方，就是直接全部陡坡到底。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多公里，但我觉得真的蛮累的。看这法角弯，15%，17%，还15%。基本上只要停下来，一定是要下滑上卡。这个坡你不可能在边骑的时候边上卡了。风柜嘴至少中间是上上下下的丘陵，但复兴山路没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我们骑了快3公里了，全都是上坡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我耳机的声音看很小，只是维持让我可以听到它的节奏。我可以跟着节奏一起踩。可以才短短的3公里，我觉得我的下背就有点酸了。到这个岔路，选上坡的那条就对了。记住，复兴山路没有下坡。这边往上会到大屯国小。这边就是大屯国小了。真的是一连串的陡坡，还有这边就是无视宗祠。平常樱花盛开的时候可以来无视宗祠来赏樱。刚刚下面还有一个观景台，不过到那边只要我一停下来就会定杆，很容易拖卡来不及，所以到这边比较平的地方。到无视宗祠这边心肺都快爆了，心脏跳得超快的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去这个复兴山路的最高点，就是这个青天宫。对，在那边青天宫拍个照就开始下滑。那过去我都是下滑小平顶，然后会从淡水回北投。那我发现其实可以直接下这个稻香路，这样就可以直接下滑到北投去了。一只蛇被压爆了，前面有一个指示，向右边的话就是去复兴山路的制高点，这边
但那边的话是下滑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会下滑下来，所以现在往右走。前面就是青天宫了，通常公车都会在这边回转，上去已经没有路了。哎，旁边右边好像有一条小条的，到了。视野超好的，然后这边有一棵百年的大榕树，久久没有骑上来，还是一样硬到爆。现在准备下山啦。下山。右边走，刚刚是从这边上来的，然后这边是要下滑的地方，去淡水。终于下滑了，刚刚前面心肺真的快爆了，一路上不太想说话。风景超好的，再往淡水这个地方再爬一小段，待会就是下坡了，会先到小平顶，非常清幽的一条小路。现在在小平顶路，那无论是从复兴山路一路下滑回去，或者是说从小平顶，然后还有稻香路下滑下去，一样都很陡，因为复兴山路上去只有短短4.多公里，可是爬升有400多公尺，所以代表它下滑的坡度也都是很陡的，所以下滑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放慢。这个路口呢，我们要向左边走，往北走，右边是往淡水，往淡水就会一路下滑到淡金路，那我们走北头就是从稻香路回去。往左边走，稻香路啦。如果你是非常害怕下坡的人，那复兴山路下坡真的很可怕，无论是从复兴山路下，或是从小平顶下，坡度都非常的陡。大家都在我的那边留言说对你的工具包非常有兴趣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你的工具包。工具包是什么牌子的？捷安特的。捷安特的。好，里面有什么？有点脏耶。开箱，大家拿来。开箱麦哥的工具包。然后里面有这个内胎，然后气瓶，然后刮胎棒，刮胎棒两根，然后这是气嘴，然后哦，这个大家好像对这很有兴趣。强哥最爱用的。强哥最爱用，对啊，这工具。哇，什么都可以用，它可以换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有一排头可以让你换。哎呀，这时候买的就是一整组了吗？买的时候好像内胎要另外买，内胎另外买。对，哦，也蛮轻便的。帅哥是别在这个位置，蛮好用的，好用，推，捷安特的。今天强哥没来，强哥。大部分都没带工具，他都是用我们的。他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工具。没错。对，有了他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。